看着真亮的，天疼啊！疼啊！现在这些开销，大老爷们儿，这玩意儿算啥呀？没咋地呢，这前面有点擦进去了。没咋地，就这地方有点疼。不疼？现在疼。我新买的手套，你都不让我戴戴，都没有成就感了，不白买了吗？每次修脚一分钟，戴手套戴3分钟。对呀。 咱们是爱干净、爱卫生的人，你得宣传一下这个，要爱干净。没有。那这这么疼呢？这地方有点疼，这地方有点扎，前面有点顶着，还行，挺好。那个。这疼吗？疼。俩腿先走。你刚洗完澡啊？嗯。那还有泥呢。那你看谁知道啊？这脚他妈的。 不行，就从这地方截止，这辈子不带疼的，一次性解决问题。我发现戴上新手套，修脚都越来越有感觉了。现在不戴手套是不会了，就感觉脚麻的，真的。以前都不经戴。我修10多年没戴过。